时光清浅，唯书能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子诗，欢迎您的关注。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退休老人最好的修行，知止、知上、知行。文章来自布衣粗食，让我们一起来听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每到一定的年纪，人生就迎来了拐点。小时候读书，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，成年了走出校门，又走进社会，走进职场。人老了退出职场，又是另一方天地，拐了七八个弯，慢慢把一切都清零了。余生到底是重新开始，还是意味着结束？不同的做法，人生大不一样。聪明的退休老人一直在修行，知止、知上、知行。一、知止、止损。很多人想退休了，拿着退休金还能返聘到原单位去打工赚钱，这样一来就有了两份收入，能让自己有很多的存款，有钱了余生爱干嘛都行。想法很美丽，现实很残忍。再入职场，若是自己没有非常有用的技术，那就难免被人嫌弃，尤其是一些从未从事过管理的人，后来变成了被管理的人，角色互换是有难度的。当一群小伙子曾经的下属管着你的时候，你是否乐意呢？更有甚者，年轻人认为你挤兑了他们的岗位，各种不愉快就有了。很多人想退休了能够去老家，管好一亩三分地，在老屋里休养生息，可以找回童年的嬉闹，走过的小路，跨过的田埂，还有鸡鸭小狗在院子里跑。待久了，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和农村也是格格不入了。最重要的是物是人非，玩伴都老了，离开了家乡，要聚一聚都好难了。在老家的兄弟姐妹各自成家立业，不会总是顾着你。你在老家没有田地，要是随意动了别人的地，一准儿会吵起来。农村的老人格局不大，甚至有小农意识，人家会嫉妒你，认为你退休了钱多，就得对大家好，谁家有红白喜事都会喊你。鳄鱼法则告诉我们，如果被鳄鱼咬住了腿，你用手去打鳄鱼，鳄鱼会趁机咬住你的手和脚。而最佳的摆脱方式就是舍去自己的腿。正所谓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人要是退休了，就得退出单位，退出原有的生活方式，退出旧时光。人呢，一切向前看，别走回头路。国学大师曾仕强说过，做到知止才能有极，也才能无咎。从退休那一天开始，停止对工作的奢求，停止挤进原有的圈子，停止对年轻的幻想。知道往后退，才能海阔天空，减少欲望带来的损失。二，知上、上进。人生的每一天都应该是有舍有得的。当我们停止了对职场的奢望，对来时路的期盼，还能得到什么呢？不能什么都丢了，却一无所得。事实上，失去了职场之后，我们就拥有了社会的大舞台，天狂地阔。想办法在社会上弘扬正能量，找到新的立足点，这是智慧，也是退休老人的自我锻炼。
在播洋葱网络平台上写了一位叫唐世刚的老人，在临近70岁的时候查出了直肠癌三期，还没有活到人均寿命就病倒了，这是很多老人不愿意看到的一幕。住进医院，到处都是病人，这样的氛围不太好。如何给自己加油，如何让周围的人开心一些？唐世刚选择了唱歌，还做直播。我站在烈烈风中，很不能，高亢的歌声在病房里回荡，也传递给了更多的癌症患者。他告诉大家，人活在世上，快乐是一天，不快乐也是一天，为何不快快乐乐的生活呢？病房里的一些老人被歌声吸引了，纷纷涌入直播间。在快乐歌唱的时候，大家都不知不觉学会了做自媒体，一举多得。谁说老人就应该苟延残喘，拄着拐杖，拖拉着身体？人老了也是人，是人就得活出人样，不是吗？除了保持阳光的心态，我们还应该找到自己的爱好，顾着自己的家庭。带孩子是很多老人的烦恼，也是很多老人的乐趣。主动带孩子和被动带孩子效果是很不一样的。读书和看网络垃圾小说是两回事，前者可以给人启迪，提升人的精气神，还有我们可以发挥余热，每天做一件好事，听一句谢谢，给自己的心灵增加一抹阳光。三，知行，行远。行还是不行，这是智慧，千万不要漫无目标的前行。有的老人没事干，到处瞎逛，走到了陌生的地方，甚至去挑战一座高山，带来了危险。夜里，老人走到水塘边，去黑灯瞎火的地方，祸害紧随其后。人多的地方太闹腾，也有人骂骂咧咧，戾气很重，老人要远离。老人爬树、破坏农民的花草等行为，这是行不通的。知道自己不能行到什么地方去，这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规范行为，遵守道德。接下来还能知道自己应该行到什么地方去，追求诗和远方，和老伴儿去旅游，看看风景，去自己最期待的城市小住几天，感悟风土人情，深度学习风景里的文化，再出行，就能领悟到风景的真谛了。比方说了解考古知识后，再去看博物馆就乐不思蜀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知行合一，不要倚老卖老，对自己的言行不承担责任。人老了还要一诺千金，做一个负责的人。人这一生都在修行，少年时修能，为赚钱养家做好准备，人老了修心，给自己积极向上的力量，也能顺势就退出年轻的生活模式，远离各种利益圈子，并把正能量请进自己的心里。从今往后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量力而行，方是正确的做法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，不知道您对此有何看法和主张，欢迎您在评论区内留言。感谢您的耐心聆听。